难得的悠闲假日被伊塞德斯的突然出现打破。逃跑过程中，我不知怎么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，被一群奇异的人追赶。这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梅特老师。闯入者，闯入者，闯入者，抓住他！那里，交出闯入者！哦哟，谁说我智异斋的小姑娘是闯入者了？她明明就是。哎，不对，她没有凡人的味道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继续找。是，走。老师，我既非梅特也非老师，人皆称我异先生。因为天地八方我不属于任何一处，即使在此异界异世，我也异于他人。异世？梅特老师说的那个故事？异先生，谢谢你，我必须离开了。该往哪里走呢？唉，很遗憾，你已经没法离开了哟。什么？你吃了异世的东西，当然不能离开了。你刚才给我的是……为了救你啊！你想做什么？不用紧张哟，看，那是大家的面具，没法拒绝梅特老师啊！埃里克、新兰、贝瑞，他们在哪里？在。哪里呢？想知道他们的下落，就要跟我走哟。不过，你要留在我的智异斋，就必须干活交换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找到大家的。到了哟。智异斋的智花工坊。好香啊，小萨萨。易先生，这是新来的小姑娘哟，你教她该做什么？那我的朋友们乖乖听话，好好干活，到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哟。但要记住，绝不可以在智异斋里乱跑哟。不能期待那个神神秘秘的易先生，还是先向人打听一下吧。请问，似乎有些冷漠呢。没关系，那我就更主动一点。你好，我叫小爱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？该干活了。啊，萨维利！什么？你叫我萨维利？啊，你知道我真正的名字？啊，你认识我？你知道多少？你不记得我了？至少我记得，我单手就可以打倒你。我只是想帮你啊。我只记得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伊塞德斯，你找的那个人是伊塞德斯？伊塞德斯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找的那个人。萨维利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寻找重要的朋友，逃离异世，所以合作吧，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做到。嗯，干活吧。嗯，为什么，萨维利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喜欢你。完成，下一个，全部完成。好，今天的工作提前完成。我先出去了，萨维利。易先生禁止我们在智异斋内游逛。我必须去找我的朋友们。易先生来，我可不管。知道了，我走了。这院子附近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。啊？小征，不对，只
只是和小正长得一样的人。别看我，别看我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过路人。快跑！真是奇异的地方，一直都是黑夜呢。醒着吗？睡了。嘿嘿，萨维利，我今天又找了三个院子，新的地图我已经画好了，到时你自己看吧。嗯。哇，今日工作完成，好，今天继续探索东南角。萨维利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这女孩真是，哟，辛苦了哟。哟，易先生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那么，那个小姑娘呢？东南角也没。果然在这里哟。我没偷懒，工作做完了才出来的。哟，是吗？但我说过的哟，绝不可以在智异斋里乱跑。我的地图怎么会？万一弄乱了重要的藏书，我可要生气的哟。明天开始，工作量加倍哟。重要藏书。就我和萨维利在。萨维利，我找到线索了，今天等我的好消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愿意和我分享情报？我什么都没帮你，易先生来的时候也没帮你掩护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萨维利和我是一样的呀。我关心埃里克、新兰、贝瑞的心。和萨维利关心伊塞德斯的心是一样的呀。心是一样的吗？就是这里，易先生的书房。易先生很紧张这些书。弄乱藏书，我可要生气哦。很可能线索就藏在其中。该回去了哟，小东西。安全了，太好了，那本书还在。你知道现在多晚了吗？对不起。哎，你在担心我吗，萨维利？是不是？我只是在等情报。书房的一本议事志上，我发现了我们的名字，还写了什么？牡丹。牡丹就是第一个线索，找到牡丹就能找到新兰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回来。给我休息。可是，明天我跟你一起找，现在休息。萨维利，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。睡觉。遵命，萨维利。
间更悠远，比故乡更思念，时间尽头永恒的宫殿，星星在岸边温柔的光芒，点亮银河充满梦想的双眼，那是星星的摇篮，那是万物的起点，在星光下你我许下同一个愿望，梦中我们沉睡在星星的身旁，唤醒着同一个梦想，星星花朵和海浪，穿越无尽的时光，找到最初的故乡，在那星星闪烁，永恒闪亮，叮铃叮铃的旋转，梦的落线。